你要不要跟我交往？不要，我最讨厌丑八怪了。个性孤僻但帅气的乐团吉他手兼主唱李信。那些女生到底喜欢你哪一点？整天追着你跑，像你这样个性差又令人倒胃口的家伙到底哪里好了？生命中只有茄爷情的国乐系女生李奎元。要不要跟我打赌？输的话当对方一个月的奴隶。抢打赌而深陷着迷的清新恋曲，12月7日晚间10点，我来戏剧台，你为我着迷。